We've disrupted the production line at Marchesac, which will slow Mahler's plans down. But we were too late to stop the shipment of huge quantities of already completed components. Components included state-of-the-art U-boat stealth plating. The shipments were bound for Guernsey, disguised as medical supplies. I'm following the trail. If Operation Kraken is some kind of stealth U-boat submarine, I need to take it out before it becomes an invisible killer in the channel. Factory shipping manifest puts those Kraken deliveries in the underground hospital further inland. Gotta head there and follow the trail. 欢迎收看老戴解说的《狙击精英五》第五章。Radio tower. If I take it out, should slow down any reinforcements. 这一个关卡乍一看上去有很多的任务要做，但是每一个任务点里面的敌人相对来说啊比较的安稳。这边有两个敌人。Wenn Sie nicht wollen, dass was schief geht, sollten Sie den Turm mit mehr als zwei. 搞定，然后往里走。它跟上一个关卡一样，分为一个一个的小的点，只要不报警啊，敌人的数量就没那么的夸张。这个我有点着急了，实际上应该多等一下，他会从右往左走，这边打得有点着急。我们直接上去把他给干掉。Fort Hammett, the island's communications hub. Found to be information I can use in there. 撬棍这里拿上很重要，可以使用撬棍把里面的这个无线电控制台给破坏掉。Nazis raising the alarm.刚刚拿了一个断线钳。也就是说这个地堡有两种方式进行破坏，一种方式就是把这边线给剪掉。就是剪和把无线电的控制台给弄掉都可以。从这边上面也可以过去，但是下面呢比较太平。哎，被发现了，赶快干掉，搞定。好了，这边区域就干净了。上去把任务完成掉，把东西收集一下。保险箱密码，里面的补给品需求量并不是那么高，除非有全程钢正面。干掉。Tower top. Nazi radio should be out of action now. 。Damn. Battery Myris. Charlie mentioned this.We won't be able to cross the channel if that naval battery is active. Gotta take it out of action before I leave. 接下来我们要去第一个工作台。拜拜。Be harder to spot me in that grass.在我录这一套节目的时候啊，有很多的观众在催我以前没有填坑填掉的啊，我这边统一做个回复啊，使命召唤十八差最后两集我存到没了，而且战网之所以那时候跟得慢，跟得那个战网真的很难登，登上去掉下来，登上去掉下来。去刺客信条英灵殿是因为当时碰到了赛博朋克2077，所以停更了。
有的游戏不做就是观众看的少，但是有一款游戏我看了一下，好像看的观众是蛮多的，就是杀手系列，我没做完，如果做完的情况下可能看的人会更多一些，整体播放量可能奔着八九百万一千万就去了，因为有三座嘛，对不对？因为我只做了大概三个还是四个关卡，点击量已经破了毕竟两百万了。好了，第一个工作台，到时候我看看这个杀手还是有兴趣去玩一下的。好了，这是第一个工作台，然后我们前往第二个地方，潜入地下医院，潜入地下医院以后，然后再去第二个工作台，我们通过这个很快就可以到达医院了，就已经到医院门口了。 The underground hospital. There's got to be something in there that points me towards Kraken's test site. 我们到医院主要是拿一个情报，拿完就可以走。医院里面会有两个拉曼的，别给他们听到。然后注意一下，右边有敌人。好了，走了，基本上安全了。在一些建筑群里边，看上去好像啊好多白点，人很多，实际上就真的还好，别把他们给搞乱掉，打起来就很快。好，这个就是我们的任务道具。They keep mixing up deliveries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site and the depot. I think I've found my Kraken lead. They're building another Mirus battery. Won't be a threat for a while. 去拿一下弹药。I shouldn't turn down a chance to slow it down.I think I've grabbed all I can. 这一个关卡使用，就这两个关卡都是需要人摸进去的，在下一个关卡狙击枪啊是可以派上一定用场的，因为它整个场景啊比较大，像这个关卡有很多的敌人都在房子里面，上一关也是，所以狙派上用场的地方并不多。这个工作台就属于是藏的比较阴皮的，在一个房间的地下室里边来给剪开。像《狙击精英》这款游戏玩起来比较伤什么呢？比较伤手，因为我基本上一关录下来啊，手真的是属于那种酸加疼，啊，真的是有点酸疼。我后面尽量录快一点吧，因为后面又要开新坑了。If I take these out, the gun's useless.因为之前有欠债的这个经历啊，所以有的观众经常催，所以说我不敢轻易开坑。正常情况下弃坑有三个原因，一，观众不爱看，二，游戏真心不好玩，三，档期太紧，时间没有安排好，跟其他游戏撞车了啊。就这相当于是什么，这就相当于美剧一样，你知道吗？啊，收视率低啊，不拍了，赶快收个尾结束。那我们又没有办法自行收尾这些坑，对不对？但真真正正因为不爱玩不玩的呢还是不多，主要是观众不爱看，就收视率低嘛。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特殊的击杀选项，就是我们要用一个方法，要用混凝土去干掉这个暗杀目标。Still running. Should act as good sound cover. 我们吸引他一下，然后把他给标记上，这个是我们的击杀目标，暗杀目标。Nazi engineer. He's made the kill list. 下面有个敌人，当心一点，找到他。好，然后把这个栏杆给破坏掉，然后到这边来碰一下这个混凝土搅拌机，然后我们到左边去把那边的敌人干掉一下，然后回来的时候，基本上时间上来看。我们要暗杀的对象就会触发我们的机关，但是我完成了三次，没有拿到奖励，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这关的奖励，就暗杀特殊暗杀方式的奖励我没拿到，我不知道什么原因。知道的观众到时候你看一下，是不是我完成哪里错了？比如说我在第二关的时候说一定要把灯打下来，
才能获得奖励啊！我是获得那个奖励的，不然能砸死他，我干嘛要打呢？因为打的时候会发出声音，发出警报，砸他呢就还好。好，他们聊天聊一会儿以后会散步。啊，我们给他来，哎，穿模仿。这个人身上有个收集品，私人信件。我们看一下击杀目标，这边下面有两个人，旁边有一个爆炸物，直接可以把他们给秒掉，双杀。然后这里是我们支线任务的完成的点，打下来。但很奇妙的是，这边的敌人是不会被惊动的啊，他们的这个工地都被炸了，都不会被惊动。然后我们等回来看看这个人是怎么被我们弄死的。用特殊方式杀掉这个敌人可以获得一把百式冲锋枪啊，他出来了。这个敌人我们加速一下，他会慢慢悠悠慢慢悠悠到达混凝土搅拌机旁边，然后稍微看一下他就要说话了。 Lonzo Bowne, Nazi engineer. He's made the kill list. Und wieder alles richtig. Ich habe es diesen Idioten 100 Mal gesagt. 栏杆我们之前破坏过了。 Lonzo Bowne, Nazi engineer. 他会手搭在上面。 Bowne's down.但是击杀掉以后就是没有办法获得百式冲锋枪，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知道的观众我们分享一下看一下。好了，现在呢还会有两个主线的任务要完成，以及一个工作台需要解锁，我们直接奔着第二个去。接下来的这个点也是室内场景，室内场景实际上因为有聆听，所以就还好，可以通过战壕到里面。我们贴着左边这边走，就可以到达最近进入建筑物的一个下去的点，就这边有个战壕，这个敌人基本上是站桩的，右边也有敌人。他不过来呢，我们就不去搞他了，直接顺着这条路走，这边一转弯就到了。我们之前在第一个堡垒的地方就拿了一个撬棍，这个就很烦。另外两个不用理，没关系，他们会在那边很紧张的待一段时间，不用理他，直接进去，像回家一样。找一下敌人，如果说之前撬棍没拿，在这个地堡里面也有撬棍。诶，Muris's engine room. If I start breaking things in here, the whole gun battery becomes useless. channel crossings in the area are going to be a lot safer. 接下来，只有两个点要去了，一个工作台，一个主线任务点。走了。安全，冲啊！没人，拿着一把突突，如果正面撞上了，那就扫死，点死。下面这边有几率有敌人，从前面一个地方爬上去，没敌人，不理他。走开了就不理他。
然后直奔最后一个点。过去的路上会解锁第三个工作台。我们看一下，调查隐秘设施，然后在它的旁边就有一个工作台。走了。这个工作台呢是在一个坑道里边，路上会有敌人。这边一个，这边一个，赶快走。大家看左下角的地图，有一个三角一直跟着我们，就是敌人发现我们在逃跑，三角是我们最后他最后发现我们的点，在这下边。换一下弹药。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在玩三代的时候啊，每一个关卡有一个特殊狙击点位作为挑战，我当时是打到最高难度，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难打。最高难度是没有红色辅助点的嘛，就纯靠猜，哎，不是，经验加倍，那么打得极为刺激。你每一个关卡要找到那个狙击点位，狙击特定的对象，而那些特定的狙击对象，被狙击的对象啊，有的是在地图外边。哎呦我勒个去！好，我们先往这边跑，后面有两个敌人，你在这个地方可以同时看到两个敌人。先打右边的，再打左边的，把左边先包上啊，标上，防止他躲起来。好，搞定。啊，有一个运兵车在这边巡逻，走了。第三个工作台就在这个里边。它类似于在一个军营的深处，如果正面刚进来是很累很累的。那这边呢是有一个可以破坏的铁丝网的，进来就可以了。然后找一下这边的敌人，some kind of ventilation shaft closed off， 后脖梗 has to be Kraken related。 好，第三个工作台，手枪工作台，哎，我们已经解锁过了，可以走了。进来演示一下，意思意思。没敌人，从正面进来很麻烦，有装甲车，有狙击手。从这边进来就很方便。好了，前往最后一个点，我们胜利在望了。狙击精英的这个地图看上去是开放世界，有很多的地方攀爬啊，包括往下跳啊，还是比较受限的。走了，这个车子在这边来回开的频率很高很高。哎，我还标不上，还标不上算了，走了。到了门口以后，要当心一点，有几率里面的敌人会走出来，走到一半然后撞个满怀，然后吐死他。好，进来以后慢一点就行了。Sidearm, nice and quick。下去。在这个里面最好就不要开打，开打比较麻烦。Obwohl die Alliierten gerne Brest, Saint-Nazaire und jede andere Stellung an der Kante mal ausprobieren. Kraken Prototype, a stealth-capable U-Boat. I can't leave it or this facility standing. 从这个上面没有100%的把握去打到下面这个敌人，因为他的行进路线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只有慢慢的等，跟着他，把他干掉才比较稳妥。在我们的右后方有四个敌人在开会，
他们开完会会有两个军官也出来，要注意一下就可以了。Prototypes waiting to be refueled and resupplied. Dropping torpedoes on an active fuel line should cause enough for an explosion to bring down the whole facility.把这个工作人员干掉以后，我们就可以奔着目标去了。要跟两个东西进行互动。这边已经没什么敌人了，但是我们还是保险一点。那个问号是远处的，这个堡垒我们到现在没有被触发。好，走了。Dropping the torpedoes down won't do anything without the fuel lines running. Time to refuel the pro. Fuel line is active. Need to get the torpedoes in place. 180度回头，直线跑，经过这个潜水艇，看一下上面的敌人能不能看见我们，有几率看见我们。眼神蛮好的。I reckon he's carrying something. 等一下，等一下。再试一下，不要上心，万一打起来能不能快速把他给干掉。算了，他进去了，从这个梯子爬上去就可以触发第二个任务机关，任务开关。没人，下面一个。Controls for the torpedo loading mechanism. 会出去的这个人。I can move them above the U-boat with this.摁一下，移动鱼雷，我们面前的这个鱼雷就会被吸出去。Fuel pumping into the prototype, explosive combination. Got to take the shot from a safe distance. 哎，怎么又上去了？我们现在要跑到外边，就是潜水艇出去的外边，然后射击吊着鱼雷的起重机的挂钩。就可以把这个潜水艇啊干掉。That should put a wrench in Kraken's development. Time to get out of here. 他在很多的一些任务里面，比如说他这边可以让发出命令进行自毁，或者是让阀门压力过载，或者是像我们刚才这个样子让它这样炸掉，就是不同的地方你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去完成它。那我尽量选择附加条件比较少的去把它完成，但是还是可以进行深入研究的。就是说我希望是可以通过他自己通过某一种条件设置把它毁掉。没有钢了，没办法了，到最后了，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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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中啊，打不中啊，赶快走。 Long grass, it's a better place to hide. 原路返回，很快就到了，一分钟不用，三四十秒这个样子可以到达撤离点。这个关卡比较简单，我是又玩了一遍，背了一次版，录像就有一把就录成。但是那个百式冲锋枪为什么拿不到？观众们知道的也分享一下，我搞不定，观众可以搞定，人多力量大。好了，任务完成了。Fairbairn has returned with intel that confirms the serious and urgent nature of Operation Kraken. Der Prototyp zerstört. Die Testdaten sind verloren. Monate der Vorbereitung für die Katz. Unsere japanischen Verbündeten sind außer sich. Sie reisen doch nicht um die halbe Welt, um Zeuge von Unfähigkeit zu werden. Wir sollten die Sicherheitsmaßnahmen verstärken.
Aber natürlich halten Sie mich für blöd. Ich will äußerste Wachsamkeit.